绝世印记最后一版了。来点跳。等等，这是赤羽金尊。到底吗？一般像这种撞赤羽金尊还不退的人，都是一些为了打素材然后不要命的那种打。最后一把呀，这把是我晋级绝世印记的最后一把，所以说这把我们要退。这一把橘子还行，可以打。有颗碧球。然后现第二一个拳头，这波没人抢，咱们落地不要回拳，直接点。去哪里？落地拿到大巴车就可以去航线比较远的地方搜了。进圈的时候遇到一队人，不要命的过来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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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了。帮你们的队友找一下。你后面踩着。填包的时候又被左边那一队人卸了车胎了。别往右边走，别往右边走。过来有个，左边有人，左边有人，把他卸了。往右边走，往右边走。还有线是吧？他一打打不过我们车的。我他妈的直接拿着筷子这样的顶住，用你了，老大。我这快走快走快走！哥们儿，只能去。有人有人，左边坐好多人，只能在这边了，在右边，左边好多人，过去就要被扫。后轮掉了一个，有点转不动弯，车还卡在这里了。我这有个反坡。刚好我们这个位置又是圈中心的一个位置，然后非常的尴尬。炸了，炸了，车炸了，车炸了，搞一下。嘿，我这就。别他妈撞我们，能架吗？来了吗？他们过来了吗？看不到。我看不到。哎呀，他不完了，对面开车撞过来了。这波要是死了，前面四把又白打了。后面还留人呢，没到脸上，没到脸上。你有自救吗？封烟，往下走吧。没自救，170幺七零，他往我脸上来，我脸上就一个，他没过来，现在还。打药打药打药，不着急。救不了的呀。这边有狙，再干拉一个人。六，完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了。这波我要是被穿死，真的就是四把白打了。不烟不烟，没烟了没烟了。还被打了，他们被打了，没事，他们被打了，我还有一颗烟。还好圈里面的人帮我把这人穿了。你们起来续个烟。OK。起来给我续个烟呗，我可以救的，我爬过来，我在爬呢。给他退哥救，我下来救。下回我来开车，下回我来开车，我还得这个。给我续个烟，我烟要上了。我续了一颗，我不知道续到没。我脸上没烟，你续到吗？没烟了，丢了。好了是吧？我害怕，好害怕。还是得把后面这队吃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，别送过去。我给点压力，给点压力。有药药吗？给我一个，给我个药。给我给你的，死完了，后面死完了。我那你来了，来了，后面来车。牛逼，牛逼，倒俩。我三把在我脸上，这里有。这边一人一毒。牛逼，被补了，补一个。进了，还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老子撞到一个。哎呀，班长那个逼，我他妈拿着筷子扎手机，真眼母。全刷他们的了。班长，我走坡下吧。下面打了好多钻。下面这么多都不行了吗？是不是？下面打了好多钻。我被抽了，我被抽了。那个车后面。飞机，飞机。枪不我，他枪不我，他看不见我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自救，我自救。你人在哪？我自救。OK。你把他补了一下，没倒了，我打。最后有惊无险的刺激了，最后一个，牛逼刺激，又一次拿下绝世印记，他妈拐不动，我还差四把，我丢。